不要来，不要来，不要来。妈妈，哎呀，有点脏，你有点脏。妈妈。想把你写成一首歌，想养一只猫，想要回。哦，我吃泡椒田鸡，奶茶。你上次不是买那个诺基亚吗？他那个有点坏的，买一个不？买一个，买一个。买回来了。这啥呀？看，好看不？燕儿，你找的啥子工作？你明天第一天上班，妈妈送你去哈。啥子呢？殡仪馆的守夜？你想去像疯球了说你？不准去！我不同意。你把第一天就给我吓昏迷过去了，我还要你好好的合作。2000块一天啊？可以。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加油，妈妈挺你哈。